我是广西人。北国冰城哈尔滨的。湖北。山东烟台。I from Russia。乐山的。我重庆的，我重庆的。重庆人哦，重庆本地的。就是重庆人，肯定的。肯定的，绝对原住民。哎呀，本地人，重庆人。对呀、啊，我喜欢吃，很喜欢吃。喜欢，当然喜欢了。喜欢呢，我为什么不喜欢？喜欢，喜欢，喜欢。上瘾，肯定喜欢啥？年轻时候都喜欢吃，天天吃的要得。火锅山东人是重庆特产的嘛？我们土生土长的重庆人，啷个不吃嘛？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。我是从哈尔滨特意飞到重庆来吃火锅，飞了2000多公里，麻的开心，辣的过瘾。重庆火锅很地道的，麻辣的我有点香，而且辣过瘾，对，有辣有麻，就是辣的很爽，辣的都着头啊，简直吃着就是要下骨的，根本停不下来，巴适，胖啊哥，感情吧，吃的是感情，从事人都偏向整口，好吃呀。火锅好吃，就喜欢吃，没有味道，好吃。不好说，反正你们来吃啊，就晓得，确实也好吃啊。东西是重庆人都喜欢吃。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黄喉、泡粉、老肉片，这都是我的最爱。萝卜、鸡爪、鸡爪。最开始就会来一份那个熏肉、脑花、辣鸭肠、年糕、嘎嘎。最喜欢的吃的是笋子，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吃笋子。重庆本土的火锅必须要配重庆本土的酒，喝起才有味道，必须是江小白的。鸭肠不能少吧，是吧？毛肚不能少，那个老花也不能少吧？其他好像也差不多，老肉片嘛，十来份差不多。毛肚啊，鸭肠啊，那毛肚鸭肠必须的，毛肚一般就是三份起叫。毛肚双脆弹牙。鸭肠、毛肚啊，毛肚鸭肠啊，毛肚鸭肠，毛肚鸭肠，毛肚鸭肠啊，毛肚啊，鸭肠啊，毛肚鸭肠，他们重庆人都是吃这个。火锅没有了，我就喜欢吃那个麻辣的，什么麻辣鸡呀、啊。什么干锅呀，那些东西我乱七八糟的都吃。不吃了呗。面粉面都可以，好吃就行了。川川川川川串串相声，吃酸辣粉这些，反正是关于辣的有关，那都是滴滴答答的重庆人。还是火锅，那火锅呀，没有火锅的话，那我真不知道我的日子该怎么过了。我也没想过没火锅就别上这样的。大哥，其实我觉得还是很重要，又不是那种是不能期待的。我觉得火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期待。没有东西可以替代我。没有东西可以替代好了，有些应该叫无法取代。无法代替，不可代替啊。没得，除了金钱可以替代，其他都替代不了。我没有了，我没有没活了，没办法活下去了。活不下去了，绝对是活不下去了。